处敲转，追剧大放送。纯儿虽然性子有些不好，但是呢，本性善良，知书达理。她要嫁给谁啊，朕都不放心。你呢，是朕看着长大的，把她托付给你，朕才安心呢。皇上准备要动手了，我只是没想到皇上居然会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诱饵。在他眼里，只有他自己，其他人都可以放弃。长安城已经太平太久了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过了今日，是生是死，是胜是败，一切就见分晓了。行动吧。诺诺。所有人都给我让开，发现燕洵驸马在莺歌院内有大量的违禁武器，怀疑燕洵有造反之事，现本将奉皇命来缉拿燕洵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燕北秀丽君在此。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杀！三年了，我定北侯府满门蒙冤，燕北的百姓全族患难，此仇此恨与我不共戴天。今日我燕洵反了！誓死追随殿下！誓死追随殿下！誓死追随殿下！燕洵哥哥！燕洵哥哥！我不嫁给你了，你去跟父皇说，我不嫁给你了，你快去跟父皇认个错！你去跟父皇认个错呀！燕洵，你这个疯子，竟然要谋反，把我白拿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弟！纯儿，月纯，你是一个公主。燕洵哥哥，纯儿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与你父仇深似海，你的厚爱我担不起了。去！燕洵哥哥！今日我元松跟你们两个一刀两断，他是再见，不是朋友。
什么？你说是纯儿盗走了皇上的兵符？他疯了吗？现在的纯儿干出什么事情都不会意外。纯儿，你怎么来这儿？你们先退下吧。诺。我现在逼着我自己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是为了复仇，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此事未了，我怎能心甘？公主，楚乔他们已经……如果是想要劝我住手的话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想想办法怎样把这座小城尽快给我拿了。传令下去，谁能手刃楚乔，本公主赏黄金万两。诺。给我杀了！